今天和朋友们欣赏两块这个阿拉善的戈壁石啊，这两块石头的这个特点呢，我观察它都有一点像这个人物的造型啊，像这个你看，这个小石头啊，这是一个碧玉石的啊，这个应该属于黄碧玉啊，阿拉善的黄碧玉。你看它这个人的鼻子、下巴。头啊，眼睛在应该在这里，像一个人物的这个头像，像是这个向上看的那么一个情况啊。我把这个石头拿过来看看其他的图这是一个图案，它这个石头呀就是包浆非常好看这里有像个文字似的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戈壁滩上的石头。刚好是一个手腕石，手把玩的石头。我们看第二块啊，是第一块，看第二块，第二块也很有特点。你看，这是一块这个老坯的泥石，啊，这个你看这个抽象的，是不是就像一个人物的这个眼睛呀、嘴巴呀，这个头圆圆的，啊，拿起这块石头来，这是左右的这个情况。拿起来，让朋友们欣赏一下。就这个造型，也是一个手把玩的，看着很丑啊，非常丑的一块石头。这两块小石头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此啊，欢迎大家交流指导。赏石快乐，小石头大世界，天然的艺术品，喜欢了就是艺术品，不喜欢就是破石头。好嘞，今天这个小视频结束，拜拜。看它像不像？